我现在我要开始变坏了，全部给我回家，大家都别想嘻嘻哈哈顺利点。正贵君是不是有人在演戏？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三国志战略版时间了。那我们这边呢，获得一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消息呢，就是我现在我要开始变坏了，我已经下匪，首次正式下匪，大家注意一点，正贵军，我们现在就是聚集在一起啊！你看这边啊，我们八点来，马上就来个激烈碰撞，来走起！我跟你说，我直接准备好三队，大家都别想嘻嘻哈哈，就全部给我回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队碰撞的是我们的甘老师，甘宁队还可以吗？我们这边呢，看到战报呢。我们这边第一个碰撞的遇到了一个桃源盾啊，刚好被克制，但是还是赢了。然后当时也就是没有办法了，他们这边直接战功加2300，然后掠地资源直接加爆。OK， 我们虎成功在第二场的时候呢，就是没办法，这个等级差距跟那个兵力差距就摆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麒麟弓第一场遇到这个是。遇到这个阵容啊，那这边呢也是毫无悬念，毕竟连环计就是杀了挺多人的。OK， 那我们这边麒麟弓扛了两队之后败了，所以总共我这边一队二三，然后刘备这里一队战平，第二队败，是不是有人在演戏？有人在演戏。对，现在目前的状况是这样，我们这边正式已经下匪，很多人下匪了。那我跟你们说，我们现在目前位置啊，就在这下口的部分。我看世界战场也是挺好的。来，这边公安港非常多的刀，我们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边呢看起来是这个被俘虏啦，然后这边被俘虏了，面一大堆的人啊，现在巨马跟雁塔。其实经过就是上几次就是的一番对战之后，我们大局其实大致上已定啊，我们就选择下匪啦。然后目前是有到的地方就是那个虚口啊，还有建业这边，然后碗口下口，我们看一下这里好了，这里感觉很精彩。然后建业目前是侠客军拿下来的。这边大卡城欸，所以这边被俘虏。那这边建业的就在这，建业的部分被这边另外一群侠客军的围起来了。他们是已经拿下了，是不是？哦，对，是欸。OK， 这也没什么好看。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哦，长沙的部分，长沙的这边呢，还是熊熊很坏的。然后我们看完这个世界战场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就是刷一些战功啊，然后。可能解一下任务，大致上都还是在就是港口啊，像这一条这边的港口这边，主要的战场都在这边。OK，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变侠客军了嘛，所以我们就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吧，因为毕竟侠客军就比较自由一点。那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这边有周年庆。上次有跟大家提到，这边有一个 1.5 周年的一个剧本即将要来袭，然后这 1.5 周年的剧本就是《军争地理》，然后我来给你们看一下，直接拉给你们看。好了，这里这是最新消息，《三国志战略版》公布的最新消息，抢先看就是会在 1.5 周年的时候献礼的剧本，这个《军争地理》来袭，然后会推出 SP 的朱俊还有王元姬的登场，所以群攻要组群攻的人，这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答案欸，可是都出了应该会有优势啊。对，然后另外新增的四种特殊的地形要地啊，然后这个战斗的策略还要再提升，比如说哦，你可能进到丘陵啊，会冲刺之类的，靠着这些特殊地形会有一些不同的加成。然后另外呢，还有新增这个同盟的建筑军政，然后跟同盟科技，然后这个很难念啊，膳食湖江吗？哦，就决定是这样了。OK， 没有问题。那另外呢，有一个喝醉保卫战活动，然后就是参加这个活动呢，就有机会可以获得金珠啊，然后这边张掖的张的作品、挂画等等好礼，然后也可以获得这个地利之土的信物啊。我这边关掉，有没有看到、啊、这王师出征 1.5 周年庆也开启？我们现在就是正在这个时间之中，然后接下来是30号嘛，然后福利的活动呢。
就在这儿。新版本就已经在6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更新了，所以大家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应该有发现，突然间更新有点大，有点大哦，然后就增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里面。你们三个都有参加到的话，奇迹的三个信物可以获得这个限定的出征礼物啊。我刚才跟大家补充一下好了，就是关于就是地图的换新上面不是有提到说，就是有这个加入就是战略的部分，是为什么？因为它加入了这些地形，像是荒漠、森林、湿地跟丘陵，然后它进入每个地方，然后跟你的兵种也有关系，有可能会有什么额外的加成这样。来，我带你们看荒漠、丘陵、森林还有湿地这四种，然后这个地形效果一览。那丘陵的话会使部队行军速度下降，但是骑兵的话是可以免疫这个的，所以如果你行军有走到丘陵的话就记得骑兵 OK。 然后这边有个特殊指令，工兵可以使用服务级的指令助手，然后可以隐身，然后触发战斗有加成的效果。这是丘陵的部分，所以在丘陵的话使用工兵的话会有这些加成的效果。那要地的话是矿场，然后可以提升调动部队的征兵速度，提升同盟的铁矿产量，就是在丘陵这边的矿场是有这个加成效果。那另外森林的话呢，就是我看一下视野下降，就是你看到的可视范围会下降，但是如果你是盾兵，刚刚你是草原盾的话，你就可以免疫这个效果。那另外的特殊指令的话是在森林里面，你用枪兵的话可以就是列阵指令助手，然后就可以触发战斗，使友军全体降低所受的伤害。然后要地的话部分是伐木场，因为是森林嘛，所以就是可以获得附近的视野啊，或是增加同盟的木材产量。那接下来湿地是这个部队效果是战损增加，但是如果你是工兵的话可以免疫这个战损增加部分。那特殊指令在湿地的话是盾兵可以有一个盾墙的指令行军，在触发战斗的时候在固定的回合有机遇获得抵御。然后这边的要地呢是粮场，然后减少附近部队的战损，然后同时增加同盟的粮食产量。接下来最后一个这个荒漠，最后一个荒漠的话就是这个士气的消耗速度加速，如果你是枪兵的话可以免疫这个效果，你在荒漠你就用枪兵去行军，你的士气不会消耗的很快。那这里特殊指令的话是骑兵可以用突击的指令行军，然后增加行军的速度，然后可以触发战斗的加成效果。然后要地的话是绿洲，然后提升附近的部队体力来迅速恢复，然后还可以增加同盟的除铜币外的全资源产量。那看起来就是如果是增加同盟的全资源产量的话，一开始同盟的应该会比较偏向想要先占荒地，先把同盟的资源弄高起来增加起来，然后这样子也可以比较方便一点。因为有个备注，这个要地是特殊地形中的建筑，所以你攻占之后就会像一般的城池这样可以调动部队。这讲解非常详细啊，如果我刚才没有讲得太清楚的话，你们自己可以再去看一次。那另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赛事那边，赛事的话就有个专属的页面，就是之前的跨地区同盟邀请赛的一些内容啊。如果没有兴趣的话，可以用手机版点这个上面的赛事就可以进去。然后我刚才说的那些周年庆活动是在这个赛事的旁边，然后在左边的有一个战略家营地，非常适合不知道怎么配队伍还有新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因为它有每一个赛季的专区。那我们目前战况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三国志战略版的时间差不多告一个段落。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然后你也是三国迷的话，欢迎大家用我聊天室的连结下载三国志战略版。那同时呢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三国志战略版的官方粉丝团还有官方网站跟社群。那我们今天三战时间告一段落，要把画面交还给红主播咯，拜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留言让我知道哦。